赤铜潜艇变身。 喂，你好，哪位呀？哎，欢迎你到！哇，太好了！哦，你俩又买什么好东西了呀？嗯，啦啦啦啦啦啦！哇，竟然是布鲁克创造大师，我的家 ，so cool！哎，马叔，要不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芬妮之家吧 ？OK OK。 想起来了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拼装的芬妮之家呀！对对对对对，这里就是我设计的我的卧室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月儿，你的房间好粉嫩，而且你的衣服真的很多，果然就是你的风格。没错没错，马叔，看好了，我还有一个超级炫酷的全息呼吸灯。 哇，月儿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吉布的世界可以这么神奇，那是当然了，马叔，要不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别的房间吧？好呀，好呀。噔噔，月儿，这里就是我拼装的餐厅了，怎么样？哇，蓝色的小桌子配上蓝色的地板，再搭配上这个白色的冰箱，真的是太好看了。哎，不仅如此，冰箱里还有好多好吃的哦，看好了。 好吃的呀！哦，好香好香！马叔，我的餐厅真的是太棒了。那是当然。哎，马叔，竟然还有小花！嗯，好香啊！哎，马叔，要不我们赶紧去下一个房间看看？好呀好呀。马叔，你快看，这里就是我的厨房了，怎么样？ 哇哦 ，so cool！月儿，你这里简直就是魔法厨房，这也太给力了吧！当然当然。马叔，这是什么声音呀？不知道啊，月儿，我们出去看一下。哇！咦，这是什么蛋呀？月儿，这是恐龙蛋。 没错，他们是甲龙、翼龙，还有剑龙。哇哦！月儿，马叔，我们迷路了，你们可以把我们带回家吗？原来是小恐龙迷路了，马叔，你快想想办法。OK， 没问题，呼叫布鲁克战队。 麻烦您把恐龙宝宝送回家吧。收到，收到。
平安到家哦，拜拜拜拜。哎，马叔，你说恐龙宝宝能安全到家吗？哎，月儿放心吧，布鲁可战队一定能完成任务的。